每年到内地去参访交流的人数有不少，数以千计甚至万计。但是这能不能是代表全部的香港的青年人呢？这显然是不够的。目前的这种宣传的形式也没有办法引起他们对内地的兴趣。我去内地交流为什么坏？我找不到一个理由，我觉得没必要。这是我接触了很多青年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想法。所以这种，我觉得你要让年轻人放下偏见，放下有色眼镜，你只要去提供机会，提供原因，让他回到内地去，让他去亲身的了解感受，他就会知道。